第一个球就出手，这个球打到的是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。See you later， 小胖炸了一支两分打点 two run home run。哇，在桃园球场今天呢，全垒打满天飞啊！桃园这边也有回应了，是由第四棒 DH 的小胖林鸿玉敲出了带有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现在比数呢变成8-4。这是林鸿玉在今年球季本季个人的第5号的全垒打。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现在是8-4啊，桃园队变成是又4分的领先了。这个球林鸿玉逮中这个4坏球之后的一个直球啊，奋力的一击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全垒打。